那城那边是搁这边还是搁这边啊？我咋知道？我跟你看的是不同方向吧？这边，这个城是吧？你那什么字重写吗你？我擦不了啊！为什么你那什么笔啊？为什么擦不了？没笔啊。没笔，那为什么？悬怎么写啊？太。没有，那你拿你先写一点。悬怎么写？一个王是吧？嗯嗯。一个王，然后呢？一个方块的方。方。再一个啥呀？再一个那个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你看一下呗。一撇一横。再一一横一。一个勾，一竖，差不多了。你选写的比较好看，你可以把尘擦掉吗？尘不就这样写啊？你把尘擦掉，你改把尘写仙女。哎，我尘写反了。你看我尘写反了，写的这不是尘啊。那你别写，你把尘擦掉，你写仙女就好了，仙女比较简单吧。还有一个，等等啊，我拿点，没有湿巾。我那没理你们，我有理你们。你要脸擦干才写得上去哦。我不傻呀，花飞蛾。死吧。嗨，太好办。仙女。你这样写得下吗？写不太上去。那女呢？女你写得下？写不太下呀。什么？我要截图，你脸靠过来。这行吗？你这我不要一个字，我要整个脸。这边。两正面。这边怎么截啊？哦，那你撤了。对啊。曝光了。曝光，曝光还曝光。我这边是曝，我们这边曝。闭嘴。曝光。随便。好，那我先截旋那一边好了。好了。仙女看不到，仙女你近一点。好，别动。好，可以。真惨啊！有大哥，你看现在都那样。那天他们跟我 PK 也是，他们说来，我说为啥呀？然后他们跟我说也是刷他的妈逼炸鱼的，操！那你要再 PK 一次吗？我 PK 吧 ，PK 个粑粑哟，我又没人。没事，我让我爸爸别刷我。行。这样可以、啊、不好啊。那这样要怎么重新要那我又注定换我要被惩罚了。你好小哥哥。你好小姐姐。欢迎和小姐，我还差点。干嘛？擦什么？没事儿。啊，他这口疮。谢谢派老板，谢谢车车，谢谢无极。
不是说好不刷吗？不是我爸爸刷的呀，不是我爸爸刷的呀。太疼了，等等，我听个雨，换一个喝。哇，我又要想，我又要想阿吉的惩罚了。谢谢我，我替你留着啦，可以了。欢迎我喝。哎，有人刷你了，我的妈呀！哇，我操！谢谢车车。欢迎倩倩，欢迎直播间。你那边是哪个小姐姐刷你啊？欢迎游客。那小姐姐、啊、看不到啊。勿扰家的。谢谢倩倩，好了，现在别刷了，欢迎游客。我有飞碟币呗。欢迎游客。没事，你们别刷了，你们别刷了，没事。你们留着呗。我知道陈璇故意让我赢一把，但我很污哦。哎，派老板那个灌炸两次了，派老板。欢迎游客，哎，你留着还你的，还啥呀？我操！干你娘！我的戒指。的戒指，倩倩有毒吗？这不用还啊。欢迎游客。派老板，我的戒指吐出来。你不容易啊，没事儿，欢迎游客。这咋了？哎，我紧的干嘛？别刷了。把你没事儿，输就输呗。我也没打算赢啊。你干嘛讲的那么可怜啊？本来就是嘛。哎，别刷了，别刷了，我留个飞碟，我丢完飞碟我就下直播了。欢迎游客。丢完飞碟就下直播是什么？我操，我得恐怖不刷了啊！别刷了，我丢个飞碟就行。我操，一个炸香水什么鬼？用我们家香水都不开，你们家一个开啊？我啥都没炸，欢迎游客。我家一个香水炸了。我就只炸了个猪，没了。可能比较适合你吧。欢探好欢游客。我操 ，PK 时间这么慢啊！哦、oh, no, 三分钟不是吗？这不就追回来了？欢游客。我看了，我得摸，自摸个飞碟了。完了，摸飞碟摸不了。马克基哦，欢迎游客。你说吧，什么惩罚？我想一想。你想想。派老板，你刷冰冰好不好？